刚才回来的时候，路上这个快拆这个卡子呀，被摁倒之后，相机掉地了。但现在这个下边这儿这个屏幕啊，有点问题，它缩不回去了。拆了又掉了。这个屏幕啊，它搬起来之后缩不回去了，不能放平进去，它侧边有一个缝，然后。这个镜头里边一个东西掉出来了，不知道是什么。还能看到里面活动的一个东西吗？变焦，凝到焦距20的时候就凝不动了，就被卡着了。这个焦距现在最多就是凝到24，就最多凝到24，再凝不过去了。就16焦段不能用，哎，找个地方修这个镜头吧。还有这个，它侧面凸出来，这个镜头没有，这个观察镜啊，没有办法完全缩回去。21他们要走了，今天他们要回县城里边去了。啊？对对对。后边倒是没车，没事儿，你倒吧。没事儿，没车，倒吧。1212他们车掉沟里了，他正好那儿有个坑，所以，哎，啊，又撒娇，撒娇。走吧，从前面推吧。要是垫石头，你更难走啊！可以了，这地方海拔高，对发动机还是……拜拜，慢点，拜拜拜拜。好了，刚好要给他换一个皮筋，这根皮筋是赛级的。顺便我还找到了一个备用的小的，好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对，给军哥一个。哎，看这个也小巧可爱的，比我这个稍微要小一点点，小一点点车。当时车出来的时候，就是那个要小一点，这个大一点，因为这个木料不够了。找着这个专业的靶心，来开始用专业的靶心打靶，没事儿干。现在天稍微有点阴了，瑞瑞还在车上睡觉。我们要玩会儿弹弓。在我们练习这个玩意儿的时候，前面突然下开雨了，只要看到下雨啊，还能听到雨声。然后那边是晴的，晴空万里。刚才打中一次，那个点儿实在太小了，这个距离有点远。风云突变，这个开始下冰雹了，赶快看那边下成什么样子。打的身上冰雹包了，哇，这高山气候真的是。他是从成都发出来的，说下冰雹了，但是看不出来。我昨天为他发出来了，他说发出来了。今天他又跟我说明后天。现在下冰雹雪，我探出来头来头找，哇，打脸上好痛，不行不行，我回来。看这个慵懒的样子，绝对想象不到外边是什么样子。天是晴的，但是风力呢，差不多有6-7级左右。这门一开，这个7-8级吧，门一开就会被拽走，所以我没办法，只能躲在这个车里。刚玩了一会儿的好玩具。又不能玩了，哎，等会儿天气好的时候再玩吧。今天原本是要吃烧烤的，但是这外边的气候啊，估计没等探点着了，炉子被刮飞了。所以我要现在要拿着这个电饭锅去军哥他们车里边煮米饭，我们晚上可能
去胡哥那儿吃小火锅。好吃好些，刚好给大家看一下外边到底是什么情况。哦，准备好。开门，我就说这门一开就没了。我看我跟你说怎么用，我。先就是转这个，它是有什么模式呀？什么？就它这儿灯会亮，米饭拧一下，按就开始了。好啊，这个是高压的，所以肯定能焖熟的。不行，回车上。我就把这个拽出来。找了半天吃自助小火锅的，只找到了。午餐肉，这个可以就米饭吃，应该还可以吧。还有花生米，那天那个佐佐给炸的花生米还剩这么多，可以的。然后还有自热小火锅，里边它本身有东西嘛，凑合吃点吧。外面风太大了，房车坏了，外边又狂风，然后一会儿下冰雹。我本来想给大家创造一个紧张的一个气氛啊，但是你看看这个。放飞自我，再看看后边这个，看电影看得不亦乐乎，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。臭迷路，就爱睡觉，我眼睛还睡得不睁开，睁开，不行，你就是想睡，困。现在我开着电脑，逆变器也一直开着，逆变器我晚上的时候才会关掉。车里边呢，靠白天充电啊，太阳能充电大概还有50%的电量。昨天是58%，今天成50%，看来每天就是，明天早上醒来应该是到42%。这个电呢，确实是越用越少。看我们还剩什么吃的，下边还有一排蔬菜，是西红柿、萝卜、土豆，这边还有鸡蛋，水果还有一些，这些酱嘛就更，对，还有一个汉堡，这个先放在这边吧，应该坏不了。上面还有一些，这什么，也是酱，这层水果。那我冰箱里面现在饮料已经很少了，自从瑞瑞来之后，这个饮料我都不怎么买。还有酸汤煮什么都可以吃。冷冻里还有什么？那大家不用担心我没吃的，我看到这样的样子就知道了。脆哨，还有一些煮面吃也可以，还有雪糕是胡哥的，汤圆是胡哥的，这边还有排骨。上面还有猪肉呀什么的，鸡肉啊都有一些。吃是肯定够的，上面还有一大包吃的，但是我具体里面有什么我已经忘记了，不记得了。所以在这个地方等待，刚才跟那个叫什么上汽大通啊那个救援沟通，昨天说的是今天会到货，但是今天又告诉我的是明天或者后天，所以我感觉这样子不知道会在这儿待多久，等吧。因为最近这个水啊，我们大家都在节约着用，所以自己带自己的碗筷回来自己清洗，所以还要带咸菜，餐肉装起来。可以了，我现在就开门就害怕，因为一开门这个门就会飞走。怎么办呢？等一下。出来了，风还是一样的大。我先把我豹子追的东西先放上去。哎呀，虎哥这个门估计开了也得飞。开门呐、救命啊！这是我们的暗号。等下门就开了，开。好，我推着。好，我现在来虎哥这儿吃饭。我这次不用喊救命啊。再来，直接上穿穿鞋上不用过。这就是
塞拉，喂喂喂，刚才我用这个小铁片把这午餐肉切成一片片的，然后我们要用这个垫的垫的住，对，把那个放外边来，这个拿走，好，这个是可以了吧？